男人大丈夫，最紧要流血不流泪，好似我咁，由出世到而家，半滴眼泪都未流过。真定假噶？诶，系真噶，你要记住啊，英雄啊，绝对唔流泪嘅。系，龙哥。龙哥不愧是演过《英雄本色》的男人。自幼父母双亡的他很早便入了江湖，打打杀杀半辈子不曾流过一滴眼泪，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，也是他毕生坚定的座右铭。十年前是龙哥混得最漂亮的一段时间，他和外号杀神的结拜兄弟阿黄整日都在江湖火拼，结果一天接斗时警方忽然赶到，逃亡中龙哥不慎捅死一名警察。闯江湖的不怕干掉古惑仔，最忌讳的就是惹上白道，因为此事龙哥被迫离开香港，临行前他将妻子托付给了阿黄照顾，转眼便是十年时光。这段期间发生了很多事，阿黄退出黑帮成了一名牧师，原因是几年前他的母亲因病去世，老人最大的遗愿是让阿黄不要再打打杀杀，去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。后者将母亲的死当作自己早期作恶的报应，他谨记母亲的话，改过自新，决定用博爱去感化和他一样误入歧途的人。他用魂黑帮积累下来的钱办了一所教院，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少年街溜子，但这批人属实难以管教，整天不是小偷小摸便是聚众斗殴，阿黄隔三差五就要到少管所去赎人，而这些少年当中又属这个小李最为暴力，此人从小就爱看古惑仔系列的漫画，偶像是那些江湖中鼎鼎大名的扛把子，愿望便是有朝一日能像漫画中的浩南一样登上黑道顶点。阿黄在小李身上看到自己和龙哥的影子，所以对其管教更花心思，奈何对方不领情，只把教院当作白吃白喝的地方。一天午休时间，阿黄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，谁知少年们个个脾气火爆，球没投进几个竟想着打架斗殴。就在阿黄忙着劝架之际，背后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：不打马步啊！老板仔！阔别十年，两兄弟再次相聚，如今会面早已物是人非，还未等他们说上几句，球场上再次传来打架声。龙哥见状决定帮阿黄管教一下这群少年，不同于好兄弟苦口婆心的教育方式，暴脾气的龙哥直接拳脚相向，几招便将冒头的小李打得嗷叫。就这样两兄弟忙到晚上才有空坐下来好好叙旧。龙哥此次回来不全是为了看望旧人，而是在东亚地区又犯了事遭到通缉，所以被迫回到香港。在阿黄口中，龙哥得知了十年间发生的事，其中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妻子青霞没有等他，而是嫁给富人成了阔太。阿黄告诫龙哥不要去打扰青霞，毕竟是你自己负别人在先，而且现在对方过得很幸福。龙哥听后没有作答，接着阿黄拿出牧师那套说教，劝好友回头是岸，跟他一起拜上帝改过自新。龙哥只当阿黄说笑，像他这种人生于江湖死于江湖，不拜关公去拜上帝，那不是脑袋有病吗？正待阿黄想继续劝说的时候，背后突然传来叫骂声。我要同你借枪。小李对白天的事不服气，想继续和龙哥单挑，但他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哪是龙哥对手，几招下来只能是自讨苦吃。再次被龙哥暴揍后，小李愤然离开教院，随后来到街边一人买醉。酒过三巡，他看一位客人不顺眼便破口大骂，谁知对方竟是当地恶霸，眼看小李就要遭到围攻，出来买酒的龙哥恰好撞见此景。他平时最看不惯古惑仔欺负小孩，即便小李与他不对付，还是决定出手。混迹江湖多年，龙哥打架的本事早已练入化境，十几个古惑仔根本不够他打，经此一役，小李算是彻底服气。从此教院的少年们便将龙哥视作偶像，常常伴其左右学习黑道经验。阿黄得知后颇为恼怒，他花几年时间才让少年们收起力气，结果不到一天就被龙哥坏事儿。随即找到这位好友对峙，两人于现实和理想展开激烈辩论。你要知道，神爱世人。是啊，神爱世人，但是世人爱金银爱女人，如果没了金银和女人，就不帮不神了。神经那个神了。混了半辈子江湖的龙哥与改过自新成为牧师的好兄弟阿黄展开辩论，他们俩的话都有一定道理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你支持谁的观点呢？龙哥没有理会阿黄的劝说，他在夜店找了一份保镖工作，没事就带着小李等少年把酒言欢，俨然一副江湖扛把子的模样。一天晚上照常上班，龙哥无意间看到一熟人，他便是日思夜想的妻子青霞。十年没见的双方简单打过招呼，一番交流下来彼此情愫还在，他们来到舞池跳起了以前最爱的舞蹈，情到深处，女人将龙哥带到了家里，然后聊起了十年来发生的故事。龙哥杀人跑路后，青霞因各种原因嫁给了一名叫大牛的黑大佬，后者将她视作发泄工具一般对待，期间遭受了不少折磨。龙哥自知亏欠，不忍责怪青霞，双方情不自禁吻了起来。这时大牛突然回家撞见此景。谈谈想整点有颜色的毛病，我谈啊。大牛让小弟将龙哥用绳子拴上，然后从高楼直接丢下，高速坠落中龙哥抓住一家楼的框架勉强躲过一劫。回到教院，他质问阿黄为什么不将青霞遭受的苦难告诉自己。阿黄知道龙哥性格，
如果将事情说出，难免引发火拼。这个大牛在黑白两道都混得风生水起，龙哥又怎会是他的对手呢？好友不支持自己，愤怒的龙哥只好甩门而去。但俗话说得好，酒前吵架酒尾和，两兄弟都是为对方着想，一杯酒下肚也就重新和好。龙哥也接受阿黄建议，不再去打扰青霞。可好巧不巧的是，大牛带着青霞也来到这家夜店消遣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。大牛打算利用青霞来羞辱龙哥。我个花名就叫做梅思维，一朵鲜花插在牛子上面啊！老孙，我都话女人系最贱格噶啦，好似呢朵鲜花咁，偏偏中意插在我呢栋牛子上边啊！大牛的话让龙哥握紧了拳头，怒火在心中已经燃到顶点。阿黄怕兄弟闹事，赶紧拉气离开。回到租房，龙哥继续喝着闷酒。事到如今，他能够想象青霞这些年来过的是有多么的惨，救出爱人势在必行。这时小李来到租房，扬言要帮他一起抢回青霞。龙哥感谢小老弟的帮助，他递给对方一杯酒用来壮胆。小李一饮而尽后便晕了过去，这一行动非同小可，龙哥怎会忍心让一个小屁孩帮他呢？随后他潜入青霞家里与其会面，刚好大牛在外与某警长谈事，他便让女人收拾东西与他一同跑路。不想大牛临时改变主意又掉头回家，龙哥不敢声张，只好躲进衣柜。大牛进到卧室，将账本放进保险柜后出去与警长继续会谈。这一幕被龙哥看得一清二楚，他按下密码将账本弄到手，然后让青霞等他几天便夺门而去。事后龙哥联系上了大牛，想利用账本与其做交易。账本上面记录了大牛所有犯罪证据，无论什么条件他都只能接受。龙哥的条件自然是青霞，双方意见达成一致。时间来到深夜，青霞被大牛的人送到龙哥租房，干柴烈火之下，两人又是一顿翻云覆雨。之后龙哥出门联系大牛交还账本，女人被抢，这个大牛又怎会轻易放过龙哥？他让小弟出动，一旦拿到账本就干掉对方。但龙哥混了半辈子江湖，哪会不晓得大牛心思？等到小弟们全部走光，躲在阳台的他趁机闯入屋内，将其挟持，再拿绳子绑住大牛的腿，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将其丢下高楼。好在大牛骨骼惊奇，只是受了点小伤。复仇完的龙哥回到租房，准备接妻子跑路，不想青霞已被大牛的合作伙伴警长控制。原来大牛还留有这一后招，龙哥见对方是警长，奈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谁知警长二话不说，直接扣下扳机。此处打你，因为你拒捕。为什么你拒捕呢？因为你杀了他。青霞的死让龙哥小宇宙爆发，后者不顾一切冲上前将警长干掉。爱人去世让龙哥心死了大半，而警长的死也让他遭到了全城通缉。你说过英雄不流眼泪的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阿哥拍过英雄本色的龙哥居然称自己不是英雄，一夜之间从黑道硬汉变成怕死的懦夫，其中缘由只有他和好友阿黄明白。就在几天前，龙哥为爱复仇干掉了一位警长，从而遭到全城通缉，他的行为也让阿黄的教院惹上麻烦。受伤的大牛带群小弟来到此地，逼迫阿黄交出龙哥。阿黄不知前因后果，一脸问号，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复，大牛便让手下将教院砸毁。暴脾气的小李沉不住气，想上前火拼，结果被阿黄拦下。龙哥讲得啱，你是一只缩头乌龟，我话你仲有一个100%的懦夫。时间来到深夜，龙哥逃回教院寻求阿黄帮助，阿黄这才知道对方惹下了如此多的麻烦。作为博爱的牧师，阿黄将龙哥这个杀人者一顿臭骂。青霞的死让阿黄对龙哥更加气愤，他早就提醒对方不要去打扰对方生活，这下倒好，害了自己也害了青霞。龙哥不懂好友为何将一切怪在他的身上，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执。就在这时，警方巡逻来到了教院，虽然嘴巴上怒斥好友，但关键时刻阿黄还是让对方躲了起来，然后忽悠走了警方。事后阿黄说出了内心想法，他不愿龙哥打扰青霞，就是怕他惹上黑道。混江湖的这些年，阿黄失去了很多亲朋好友。放心，我埋嘅兄弟，你明明？阿黄发自肺腑的话打动了龙哥，为不给兄弟添麻烦，他收拾行李准备离开香港。临别之际，阿黄将所剩积蓄拿给龙哥跑路。十年之别，好不容易团聚，没想到今晚又要分开，不知下一次见面又要等到何时。龙哥走后不久，小李被人扶着回来，原来之前他被阿黄阻拦，随后气不过去找大牛算账，结果寡不敌众被挑断了脚筋。阿黄见状询问小李伤情，但少年却一点也不领情。缩回你的手，没掂了，懦夫。对龙哥等江湖人下手也就算了，现在大牛居然连一个小孩子也不放过。想到这，身为牧师的阿黄彻底爆发，他脱下神圣的衣服，穿上昔日闯荡黑帮时的风衣，今日就要放下信仰化为杀神。然后他一人持枪来到大牛地盘，趁其不备用枪指着对方脑袋。但阿黄拜上帝太久，早已没了往日胆量，一时间竟不敢扣下扳机。大牛看出阿黄的心思，开始挑衅。你也想打败我？打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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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牛为自己的话付出了脑袋开花的代价。一旁小弟们见状一拥而上制住了阿黄，随后将其围攻打成了猪头。关键时刻小李带着教院的少年杀到，但他们一群小屁孩又哪是黑道对手，无非是多几个挨揍的人罢了。眼看学生们被欺负，阿黄却有心无力，而这种紧要关头还是得靠英雄出马。只见一辆汽车撞入屋内造成混乱，从车上走下的人正是龙哥。因不放心阿黄和教院的孩子，他再次试性杀了回来。不同于阿黄的心慈手软，手持双枪的龙哥才是真正的杀神附体。在怒火的加持下，他战力成倍增长，一人一枪瞬间干掉大牛整个社团，并在追出几条街后将大牛成功击毙。之后龙哥被警方逮捕，以多项杀人罪被判死刑。临行当天，阿黄穿上牧师衣服与好友道别，一切果然如龙哥当年所说，他生于江湖死于江湖，其实宿命早已注定。而即便马上就要被行刑，龙哥也丝毫不惧，看着眼前好友还是一副英雄本色的模样，阿黄反倒起了担忧，随即请求好友帮他做一件事。答应请求的龙哥被狱警带出牢房，走在行刑路上，铁网外面围满了教院的孩子，以小李为首的他们将龙哥视作精神偶像，齐声高呼英雄二字。不想龙哥听后反而一阵腿软，哭着求警方不要杀他，并向阿黄说到自己已经知错，祈求得到上帝的宽恕。什么英雄本色，什么江湖义气，皆是狗屁，活着才是他现在最需要的。龙哥的话让小李等人十分错愕，反应过来后纷纷怒不可遏。原来像龙哥这种江湖人根本不是什么英雄，只是一个怕死的懦夫罢了。龙哥反转的真相只有阿黄一人明白，他在牢房里求龙哥做的事就是要在孩子们面前装作懦夫，因为不这样做，小李等人走龙哥的后路只是时间问题。而家班细路个个都学晒你，当正你系英雄偶像，佢哋而家举动都学到你十足十，你信唔信佢好似你咁样走翻旧路，好似你咁样走上绞刑台啊？行刑前的龙哥虽然被少年们骂作懦夫与骗子，但混了半辈子江湖，一直以英雄自居的他，在此刻才真正担当得起这个称号。正如本片的名字《英雄正传》，这是属于龙哥的故事，也是属于英雄的传记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你觉得龙哥是真正的英雄吗？欢迎留言与我讨论。